你通透一下，我也来，我也来玩一下。啊，这么痛！啊，这么痛！哎呀，小心！慢点。哦，好痛！啊，好痛！啊！哎呦！呀，凯哥，你克服了。这咋的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大爷，得了关节炎。 哇，这么痛啊！这个好痛，加油！这个比看起来痛很多倍。这有那么疼吗？这有。<笑>我拿帽子，我过来，你先拿帽子。沙哥，这个是顶头顶菠萝吗？这是。 哇！好痛，这个哇！好痛！你不要压我，你压我，我更痛。你自己管好自己。他们两个在一起真好可爱。来，来，老师，你先，你俩就别客气了好吗？我先酝酿一下，我先酝酿，我现在得说服一下我自己，我怎么跳？我得先说服我的脚，因为很痛。周深，感觉你要跳很高哎。 周深，你可好像要跳一个你。你们先当我不存在这样。托，我托你一把，我托你一把。不然你是托尼老师，我可以托他一下，托他一下。<笑>我好不容易在这个里头找到了两个地啊！找到了两个地啊！哎，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。 你，我先，我还能上去？不行！等一下，刚才谁跟我说要助跑来着？助跑不行，他只能原地叫。助跑是肯定不行的。可以！！差不多了是吧？还俩。等会儿让你让他俩来一个嘛。周深来不来一个？周深，我跟你讲，不管能不能顶到，跳一下要。对，对，是不是？你也没跳。我们三二一一起跳吧。好，3、2、1。 太坏了，你沙溢真的！我就猜到是这样。哎呦，我在起跳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有点不稳。扶一下帽子，扶了一下。你赶紧上！不，我跳！他应该没有我跳的高吧？刚才没有，他真没你跳的高。哎，站到了，站到了，还差最后一顶啊！差一点点，哎，我觉得你们俩要不拖一下周深，来吧，来，我真是说心里话。 其实周深刚才跳的已经尽力了，那我们一人一边，我也帮忙。好，1、2、3。啊！痛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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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嘿，好，请左耳听题，请问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店里面有什么？花。耶、yeah. 再想想，花店。
你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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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他是不是已经赢了？我们出三个，不是，答得越多分越高，最多可以答错两次。够了，够了，有一个就够了。现在已经三分，请继续。水。四分。再想想。花店里面就灯灯。灯要受惩罚吗？是啊。申请把我们队拆了吧，拆了拆了拆了，不要了不要了。我觉得我也可以拆了。什么花？快做鲜花饼吧，快点。太疼了，太疼了。脚趾，这个太痛。本来只是脚底，现在连脚背都痛了。任督二脉已经打通了，我告诉你。别打了，别再打了。你别打了，我们四分够了。队长，队长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是我。你们的答案都没了吗？我们就说了四个。请继续。顾客。有。哎呦，我的耳膜都要破了，彭和弟。剪刀。泥土。有花泥。有。那。OK。花店吗？正确。还有贼。你要不要往好的方向想一想？有贼的话，我觉得还有警察。警察，他下去扎的都是同一个位置，知道吗？你们的造型都很幽默，都定格了，上脑了，上脑了，好痛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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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